大家好, 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 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 共35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一共10个题, 每题听2次。 例如, 我们家有3个人。 我们家有3个人。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现在开始第一题。一，我给女儿准备了牛奶和鸡蛋。 我给女儿准备了牛奶和鸡蛋。二，她快要做妈妈了。 你的歌唱得真不错。四，你没笑，再来一张。 五，中午我们吃羊肉吧。六，给您，这是今天的报纸。 七，学跳舞要慢慢来。八，这是你新买的手表。 九，你来开车，我坐右边。十，下雪了，但不是很冷。 第二部分, 一共10个题, 每题听2次。 例如,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最喜欢踢足球。 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最喜欢踢足球。 现在开始第11到15题。
今天来帮我。不客气，今天我休息。十一，谢谢你今天来帮我。不客气，今天我休息。十二，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十二，你准备好了没有？我准备好了。十三，爸爸生日快乐。谢谢你。这是你写的吗？真漂亮。十三，爸爸生日快乐。谢谢你。这是你写的吗？真漂亮。十四，天气太热了，吃块西瓜吧。好的，谢谢。十四，天气太热了，吃块西瓜吧。好的，谢谢。十五，我穿这件怎么样？我觉得那件红的比这件好。十五，我穿这件怎么样？我觉得那件红的比这件好。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十六，这个手机多少钱？1090，现在买还送您一个茶杯。十六，这个手机多少钱？1090。现在买还送您一个茶杯。十七，这个题你不会做吗？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没听懂。十七，这个题你不会做吗？是，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没听懂。十八，哪个是你弟弟？左边的那个，九号，看见了吗？十八，哪个是你弟弟？左边的那个，九号，看见了吗？十九，先生，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现在不想回答。十九，先生，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我现在不想回答。二十，
狗今天怎么不吃东西? 它可能生病了。20 狗今天怎么不吃东西? 它可能生病了。第三部分 一共10个题, 每题听2次。 例如, 小王, 这里有几个杯子? 哪个是你的?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小王, 这里有几个杯子? 哪个是你的?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现在开始第21题。 21 喂,你到电影院了没? 我在路上,很快就到, 你等我几分钟? 男的现在在哪儿? 21 喂,你到电影院了没? 我在路上,很快就到, 你等我几分钟? 男的现在在哪儿? 22 明天你去不去打球? 这2天有点忙,不去了。 女的这2天怎么样? 22 明天你去不去打球? 这2天有点忙,不去了。 女的这2天怎么样? 23 您看,这个房间怎么样? 还可以,有没有大一点的? 男的想要什么样的房间? 23 您看,这个房间怎么样? 还可以,有没有大一点的? 男的想要什么样的房间? 24 桌子上的那本书是你的? 不是,那是我哥的。 那本书 是谁的? 24 桌子上的那本书是你的? 不是,那是我哥的。 那本书是谁的? 25 儿子,多吃菜。好,您做的菜比饭店的还好吃。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25 儿子,多吃菜。好,您做的菜比饭店的还好吃。他们最可能在哪儿?
26。 这个月我天天去游泳， 我现在70公斤。 真的吗？ 少了5公斤？ 男的现在多少公斤？ 26。 这个月我天天去游泳， 我现在70公斤。 真的吗？ 少了5公斤？ 男的现在多少公斤？ 27。 走了这么长时间，真有点累了。 我们去那边的椅子上坐坐吧。女的怎么了？ 27。 走了这么长时间，真有点累了。我们去那边的椅子上坐坐吧。女的怎么了？ 28。 王老师， 您女儿已经这么大了？ 这是我的学生， 我女儿在那儿。 女的是什么意思？ 28。 王老师， 您女儿已经这么大了？ 这是我的学生， 我女儿在那儿。 女的是什么意思？ 29。 别看电脑了，喝杯咖啡吧。谢谢，你真好。 女的让男的做什么？ 29。 别看电脑了，喝杯咖啡吧。谢谢，你真好。 女的让男的做什么？ 30。 你怎么知道小王来了？ 我在门外看到他的自行车了。 女的怎么知道小王来了？ 30。 你怎么知道小王来了？ 我在门外看到他的自行车了。 女的怎么知道小王来了？第四部分，一共5个题，每题听2次。例如，请在这儿。 写您的名字。是这儿吗？ 不是，是这儿。好，谢谢。男的要写什么？ 请在这儿写您的名字。是这儿吗？ 不是，是这儿。好，谢谢。男的要写什么？ 现在开始第31题。31。小姐，这个篮球多少钱？ 300。
有便宜一些的吗？没有了，这就是最便宜的。这个篮球卖多少钱？31。小姐，这个篮球多少钱？300。有便宜一些的吗？没有了，这就是最便宜的。这个篮球卖多少钱？32。请问，第十中学怎么走？您向前走，就在路的右边。谢谢你，再见。不客气。女的要去哪儿？32。请问，第十中学怎么走？您向前走，就在路的右边。谢谢你，再见。不客气。女的要去哪儿？33。妈妈，你睡着了吗？不要说话了，快睡觉吧。我想吃个苹果再睡。苹果已经睡觉了。男的为什么不睡觉？33。妈妈，你睡着了吗？不要说话了，快睡觉吧。我想吃个苹果再睡。苹果已经睡觉了。男的为什么不睡觉？34。我们希望你下个星期就能来公司上班。好的，没问题。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谢谢，那星期一见。他们在说什么？34。我们希望你下个星期就能来公司上班。好的，没问题。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谢谢，那星期一见。他们在说什么？35。今天的票还有吗？对不起，没有了。那我要2张明天的吧。好，给您，4月17日的2张。今天是几号？35。今天的票还有吗？对不起，没有了。那我要2张明天的吧。好，给您，4月17日的2张。今天是几号？听力考试现在结束。